平凡的周末，今天先去哪儿？先去找 Miki 吧，我陪他买衣服。上车。送完你，我先去换店，你完事儿了告诉我。行，走吧。Miki， 等多久了？我迟到了，一会儿给你买冰淇淋吃啊。好。走。好看吗？还行，你照镜子看看。好甜甜，好香香的感觉呀、啊！真的。感觉你穿这种裙子哈，感觉好大、啊，就是。是不是？接下来干啥呀？我要去做头发。那你先做吧，我去找石榴。行。买完了。买完了，现在去找石榴吧，陪他看个电影。行，那我在楼下咖啡厅等你，正好赶上活动。行。谁呀、啊？今天看什么电影啊？穿过月亮的旅行。爱情片啊。走吧。坐这么中间，第一排。太近了吧？挺好的。车停了半天才开，很晚点了。你为什么也在这儿？我这看完电影有主创啊，你也没告诉我呀。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。张子枫、胡先煦，掌声欢呼声来一波，好不好？张子枫，谢谢谢谢大家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子枫。欢迎子枫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胡先煦。Hello， 各位主创老师，你好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我的妈呀！给秀山，我希望秀山和王瑞一直长长久久的爱美满、又是坐火车又是打电话，就是为了维持这段感情。谢谢谢谢啊。哎，真的拍打电话那场戏的时候也能够剪，紧张吗？嗯，我脸都红了。两个场景。导演好帅呀、好帅好帅好帅，真的好帅。你要忠诚来来，我们全场的朋友一起看向前方啊。行，那电影看完了我赶紧找琪琪去了。行，走吧，主管，去 SKP。SKP 陪琪琪买包，那地儿哪是我能去的呀？哇，这不愧是网红，你都是来这儿消费的啊！我都攒半年钱了，才赶紧走。我去，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这种穿着进这种地方不合适吧？就这破玩意儿，一个个咋那么贵？那女人真是搞不懂。哎呦，好看吗？好看，这多少钱啊？哎，好看就行，这种东西你可别问钱。行，那我先去找主管了啊。完事儿了？完事儿了，走吧。吃什么？吃。氛围，哇，咱别说主管还真挺有氛围啊。啊，行，主管，这牛肉有点生啊。有了你开心点，蜜豆青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口。